说我们之所以这么多，不是因为我们用一种常规的思维束缚了自己，我们要勇于打破常规，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得到新的发展。喂马穴，你是不是脾气不大好？喂马穴，喂马穴，我就要看看那帮女生喜欢你什么。你把我的人给抢走了，上周我收到情书，他什么表情？我现在都震惊。在梦里你还有 Carrie 都不在了。想你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，考卷的分数是往上加的数。没有。你为什么？因为我无聊啊。那我走了。那你想一想一下。骗你的，都笨死了。你不可能只收我的情书吧？那谁没有？就 Carrie。情书已经撕了。万一他不答应怎么办？跟你讲吧，以后学校门口见吧，学校门口等你啊。我先撤了。别让我拎着篮球去找他，没说呢。追你啊，都进去啊。哟，你又在这儿。怎么这么小心？我喜欢你，很意外吧？那要不你也跟我上啊？下班的时间，我到那里了。等会啊。好啊，别怕谁啊。他要走了。为什么和美国这么重要的事都不亲口告诉我？第一次见面吗？还记得你那时候，我的脸真的疼了好几天。怕我来了，就再也没有勇气离开了。